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书香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香之道。那今天的主题是教练养成的教练进化，然后刚好他把时间改到上午跟下午的部分，那我这边就可以直接在进化的时候冲，然后这是我的冲法，给各位做参考。反正这一集是香之道嘛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先冲个打击教练好了。这只是示范而已啊，这不是我要用的卡片，所以我才要只用一张。然后这边的冲法就是你要用一样，就是都是打教练，然后都要满等，那就是这样放就好了。然后50转就给它开了，然后几率是高，通常都不高。哎，竟然过了，真意外。然后这张是我自己要用的啦，就是反正下面都满等嘛，就全部都塞进去。然后材料的话，你可以自己选择，看你要一张、两张还是三张，反正都是几率嘛。那像刚一张过，这个两张，或者是这个用三张的，搞不好就不会过。好，冲下去吧，有没有过就看情况吧。就你看这样爆掉，就真的是这几率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对，这个还超难练的，手艺教练经验值超高。啊，算了。反正都几率嘛，非常高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喜欢，也可以订阅频道追踪第一手消息，旁边小铃铛记得打开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